各位美丽新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昨天啊，跟大家谈到说，年轻人哦，问我这个怎么样走出这个自我否定的这个阶段啊？其实我要提一下哈，那个阶段是什么阶段呢？就是当我经过大师的这个点醒哦，因为我过去的那种个性啊，我提到说非黑即白啊，就是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善就是恶啊，什么都要如法啊，都。我的师兄弟都说我习惯标准，习惯完美哦，习惯这样真的很好吗？还是我是站在我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角度，去看待，就是我认为对的才是对的呢？这样的反应到底是完美，还是这个自我很强呢？这个中间其实要打一个问号，或者可以肯定的讲，那个就是自我，过度膨胀的。那种人生的那种态度啦啊，所以当然好像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这个难怪啊，我过去这个俗家的名字叫仁君啊，但是啊，认识我的这些邻居小朋友，大家都叫我暴君啊，我又不觉得奇怪，我说我从来没有骂过人啊，我讲话也不大声啊，但为什么会叫暴君呢啊？不是态度的问题啊，是个性的问题啊。但这些完全不察觉，我还觉得我是正确是有理，这件事情得到修正是到了佛门啊，当然我读佛学院啊，那么从我对老师的一些反弹啊，所以后来我当了佛学院的院长，我觉得很惭愧啊，过去我去跟老师反对，现在反过来不但当老师还去当院长啊，那么总是这是过往的往事了啊。但我说那一段时期，就是说当我开始学佛懂得用佛法去反省自己，那最主要是大师点醒我，这个世间本来就是一半一半的世间啊，那么要懂得去包容或者欣赏接受另外不完美的那一半，就我们认为不完美的那一半啊。那么从那时候开始当练习着包容的时候就看到我以前觉得哎，老师不好我不欣赏等到自己懂得欣赏包容的时候呢，我才看出原来老师一直忍耐我，一直包容我所以哪里是我去忍耐人，是人家在忍耐我就从那样子的一个发现开始转变所以这个年轻人问我说当我转变的那个开始，我说我形容叫进入自我否定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我很鄙陋，我可能所想的都不够好，不够正确，我讲出来的可能都不周全所以我宁可不讲所以差不多有半年话语很少，或者说说不出话来比较也不是说就完全静默，他其实思考得很厉害但是呢我告诉自己没有正确我就不讲了，没有用的我就不讲了，这样所以那个言语把关得很严谨那在那段时期真的透过不断的反省跟关照当然也从慢慢自己也就掌握住我要怎么样讲话是客观的，是包容的，是温和的，是 不会伤害人的，当我可以掌握这样的时候我才让我的言语稍加再增加一点点，这样甚至于到现在来我在电台也好，在我们的电视台也好这样不揣浅陋跟大家做分享我并不是说我就讲得很好但是我真心的觉得人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我因为一直都在佛法之中这样的学习跟成长我只是真的叫不揣浅陋跟大家做分享，所以我跟这个年轻人讲，给自己一个沉潜反省的时空但自己要试着去关照揣摩，然后再走出来去分享那像这样子有一些年轻人呢我虽然也有点年纪了不过自己因为从年轻出家，所以在心态上呢虽然样貌在改变，心态上呢总觉得自己还是那个二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所以跟年轻人比较多一些互动
我看这次在这个农历新年期间，因为我们很多义工回来帮忙啊，那其中有些年轻人啊，我看得特别高兴哈，因为年轻人这个尤其像这次供佛斋天，献供组啊、世袭组全部啊都是年轻人啊来负责的啊，那么所以给他们多一些福德因缘啊，那其中像当义工的啊，有的帮忙啊收拾啊、清洁啊、搬搬抬抬呀啊，那么我看到家长啊来接他们回去啊，我要跟这些家长讲，哎呀，这个你这个孩子很有善根啊，懂得在佛门里头啊修福报啊来结缘，那个家长都跟我说啊，求之不得啊。啊，说可以让孩子来参加当青年义工啊，是荣幸哈。这家长也很难得啊，明白真的啊，为孩子们呢种下这些福德因缘啊。那么在道场其实也有规划年轻人的学习的啊，比如说啊，我们有个组织叫青年团啊，就是一般讲青年会啊。这个青年团呢，他们啊，这个每个星期六啊到道场来啊。哪一次啊？可能一个月一次，现在比较多一点，因为今年他们要筹备一个啊，叫做北美佛光青年生活营啊。那么美国啊、加拿大这些年轻人呢啊，就要到我们多伦多佛光山来啊，他们一起啊要研讨、要会商啊，就是现代的这个青年，尤其因为属性都在北美嘛，所以这个生活空间背景比较雷同啊。那他们要研究佛教需要青年，青年也需要佛教啊。那么到彼此之间啊是要怎么样的来这个互相相辅相成啊，还有年轻人怎么样把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啊。所以我想借着今天这个话题啊，因为这些年轻人啊，包含有年轻人问我，这创意从哪里来，这么多活动啊要设计啊，而且还要推翻，他们看着我很喜欢做一种事，就是推翻以前的自己啊，然后重新再挑战再去创新啊。我说其实就是把自己还是那本书的书名叫无我哈，就把自己放空啊。那么就是要让站在大众的立场啊，想到大众的需求，然后提供最及时的、最好的这些需求供应出来，这样啊。所以当然因为大众需求在转变啊，那我们所供应的自然要转变啊。当然创意啊是从无常观来的啊，不要给自己设限啊。好像用一个框框这样框住啊，总是呢让年轻人啊到道场来啊参加青年团啊，有他们的活动、他们的学习，还有他们的课程啊。他们的课程这次规划这个青年佛学班啊，我也非常鼓励啊，有些年轻人啊从这个跟着这样基础来学习啊，也是非常的好。学佛的孩子不会变坏啊，欢迎年轻人加入我们的哈佛一族，也祝福大家，阿弥陀佛。